你咪又嚟多个啊？点解咁多嘢俾我做噶？咩话？嗰边啊，自己揿 lift 啦吓。我唔干。一小时十九分三十秒，比预期早咗半小时醒，睇嚟你都有啲潜质。哇，点解会喺度噶？我啱啱明明入 lift， 有个人跟住我。唔好意思，头先我哋要对你嘅大脑活动做一啲测试。咪住先，呢度系边度嚟噶？欢迎你加入 ISA。我哋 ISA 咧系一个社会体制以外嘅一个组织，我哋利用领先世界20年嘅高科技技术去管理同维系呢个社会嘅资讯安全，同时亦会帮受害者解决资讯安全嘅问题。咁我即系 agent？ 仲未？咁点样先可以做 agent 啊？我准备好噶啦。我哋嘅 agent。是要经过我们严格审核评估，你做不做到 agent 就要看你的表现咯。不过审核内容呢是不会给你知道的。加入 ISA 代表着你在这个社会体制之上，不受社会体制所限。 ISA agent 唯一的武器呢就是部手机。现在我要提升你部手机的资讯安全级别。首先，我们会在你部手机安装 ISA 的专属 VPN， 除了你之外，没人可以读取到你传送的资料。第二，我禁止你所有非 ISA 专用的 apps 存取手机的 GPS 位置和其他的存取权限，确保你部手机的资料呢是不会被其他 apps 泄露出去的。跟住落嚟，我会用 ISA 的技术在你部手机加装面部和瞳孔识别的解锁功能。面部和瞳孔识别？我这部旧机嚟嘅啫。我哋开发的深度学习模拟，普通镜头都可以进行面部和瞳孔识别。咁劲！最后，你部手机已经设定了远端清除，避免因为不见了部手机而泄露我们的机密资料。你现在可以拿回部机了。哇，我没想过我部手机可以变到这么厉害。其实现在一般的手机呢都有这些功能的，只是没有我们这么先进而已。另外，作为 ISA 一员，你有无限的流动数据，是没有需要连接不安全的公共 WiFi 的。好，我现在确认你成为 Agent Assistant 501， 保障这个世界的资讯安全。明白，我会尽力的了。你可以出发去了。501你有最後一個任務，跟我嚟。有任務，正啊！我哋今次嘅任務係睇魚。唔係呢邊，佢先係我哋今次嘅目標。我部手機搞乜嘢啊？我前排先攞個神嚟做等價交換，仲要借埋錢先買到，唔好咁快就壞啦！喂！Hello Melody， 我是 Agent 404，旁边呢位是 Agent Assistant 501，我哋是嚟帮你处理资讯安全事件的。呢度是我哋张卡片。ISA。冇错，你将部手机给我，攞住佢。
你用你部手機連接佢部手機，然後將病毒同埋相關嘅信息刪除，連接咗你就會知道點做嘅。OK， 咪住先，你哋嚟收數噶，攞我電話做咩啊？我哋偵測到你收到一個信息，而入邊講到有一個免費嘅 app 可以幫你完成你嘅 assignment。係啊，份 assignment 我做唔完會炒噶，諗住個 app 話可以幫我完成佢，咁咪試下咯，又唔使錢嘅。點知一撳落去部電話就用唔到啦。冇錯，其實有好多人都覺得呢啲 app 免費唔使錢，所以就冇乜所謂。但其實往往呢啲 app 先係最貴嘅，因為佢有機會會偷取你嘅個人資料、相同埋電話簿嘅資料，甚至有機會會加密曬你成個手機嘅資料添。即係勒索軟件啊！你最有經驗啦。其實今次你算好彩啦，因為你部電話只係中咗毒，資料咧都未有外泄嘅。咁所以唔難解決嘅，搞掂啦！你睇下，好睇下先。OK， 基本上你部電話已經重置咗啦，病毒同埋相關嘅信息都刪除曬，應該冇問題噶。太好啦！最緊要係備份啊，備份先係呢啲病毒嘅死穴啦。冇錯，咁好啦，咁你部電話冇事，咁都冇我哋嘅事啦，咁我哋就走啦。好。其實你成日趴喺度望，到底望緊啲咩㗎？冇啊，望下個大海，心情會平靜啲嘅。做咩 Agent Five？ 你有緊要事揾我？冇啊，關心下你啫嘛，順便有個任務俾你。我哋 High Agent 最近發現調查緊嘅資訊安全事件有啲奇怪。我哋調查咗受害者收到嘅釣魚郵件，發現全部郵件都係嚟自同一個海外 server， 而一個 server 嘅擁有人都係一個叫做 TAT Tag 嘅人。我哋揾唔到佢任何嘅資料。TAT Tag 呢個名字實在太奇怪了。唔單止咁樣，前排你因為佢侵犯個人私隱而捉翻嚟嘅嗰個人，我哋已經審問咗佢。佢話呢啲嘢都係由一個叫做 TAT 嘅網友教佢，而佢需要將收集咗個人資料嘅 USB 翻一個 locker 再交俾 TAT， 但佢從來都冇見過呢個人嘅真人。又係 TAT， 呢兩單 case 應該都係有關啲。我哋最早都係嘅 agent 嚟噶嘛，我已經決定咗將呢件事交俾我哋最信任嘅 agent， 即係你，非你莫屬噶啦。好，我一定會揾到佢出嚟。哇！部電話又冇電啦，一陣404要揾到嗰陣點算啊？不如我借個外置充電器俾你啊！你救咗條命，唔該曬你啊！唔使客氣喎。你做咩啊你？部电话冇电，我插电咋？呢个装置系边个俾你？头先个女仔俾我嘅咯。佢去咗边啊？你知唔知道手机系唔可以乱咁接驳其他嘅装置啊？特别系 agent 嘅手机。而呢一个都唔系普通嘅装置，佢已经喺你嘅手机里面攞晒所有嘅资料，然之后 send 咗出去。吓？我唔知呢嚿嘢咁危險噶。係 ，Agent Zero。係係。好。做咩啊 ？Agent Zero 已經落咗命令，要喺你部手機裏面執行遙距清除。你俾多次機會我啦。唔係話我唔想俾機會你。不過太遲啦 ，Agent Zero 同我講，你唔再適合做 agent，Agent Assistant 501，你已經唔再係 ISA 嘅 agent。
本嚟我入侵 Kayla 嘅手機，只係想拎曬佢嘅電話簿、短信內容同埋私人相簿，然後再勒索佢。不過 Kayla 嘅手機比想象中仲有價值，連 ISA 嘅資料都有。遊戲可以開始了。